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这五个比丘啊，本来都是佛的亲戚，可是啊，跟着佛去修道，有的就受不了苦。释迦牟尼佛在雪山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麻一饭，饿得骨瘦如柴，那么就饿跑了三个，说受不了苦了。剩两个以后，释迦牟尼佛呀，在腊八那一天，这天女送乳，天女呀给送牛奶去，释迦牟尼佛呀把这个牛奶喝了，这两个也跑了。这两个跑不是因为受不了苦跑的，就说啊，佛不会修行啊，这修行要修苦恨，要行啊啊苦恨，你现在喝牛奶这是不能修行了，不能受苦了，也就跑了。那么这五个人一跑都跑到鹿野原去了。释迦牟尼佛呀成佛了之后先说的华严经没有人听，以后啊这唯识思权啊就说这个恶寒经，说恶寒经呢要对谁说呢，一想一观察啊，我以前那五个同参啊，护我法那五个人呢，应该先去度他们去。为什么要先去度他们呢？因为啊，在往昔我发的这个愿啊，我要成佛了，就要先度那个毁谤我那个人啊，杀我那个人啊，对我最不好的那个人，我要先去度他去。谁对佛最不好呢？你们看过《金刚经》？那个《金刚经》有个蛤蜊王，蛤蜊王啊，把释迦牟尼佛在阴地做忍辱的仙人的时候，他修行，修行啊，啊，这蛤蜊王就把这个老修行的身体给割了啊。为什么他割他身体呢？因为啊，释迦牟尼佛在往昔在那修道啊，是个老修行，身上的尘土啊修得也很厚，也不下山，在那儿用苦功修苦恨。那么蛤蜊王呢，他就带着一些个宫娥才女妃嫔啊，他这一些个啊太太皇后都带去，带去做什么呢？咱们打猎去，打猎就是打这个张袍野鹿了啊，啊，这些个东西。那么这些个女人也都跟他去啊，但是女人呢啊就很好玩的，那么就不跟着他去打猎，到一个山上看见那儿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呀、啊，啊，眉毛也有三寸那么长，头发有两尺那么长，脸呢从来也没有洗过，就好像啊啊，那个尘土啊很厚的，这衣服上啊，这尘土啊最低限度大约也有一寸那么厚。这些个女人一见到这个样子，一个不认识的，就说啊，这是个妖怪，这是个妖怪啊，咱们快走了。啊，这个老修行就说，您不要走，我不是妖怪。哎，他们一听说，哎，这他会说话，于是乎啊，就有的胆大的说，你在这干什么呢？啊，我在这修行啊。怎么叫修行呢？说我修行想要成佛。那么他就给这一些个女人就说法，说了这些个女人呢就对他很有好感了，说啊，你在这太苦喽，这个你都吃什么？他说我吃的啊，就是这个草根啊树叶之类的，有什么就吃什么啊，我也不到下边的人间呢去找吃的东西。这些女人呢时间一久也就都不怕他了，不怕他，这个去摸摸他的眉毛，那个又去摸摸他的手，那个又去碰一碰他的面啊，这么样子就好像啊，见着一个很心爱的这个或者是什么物件啊，就都想要接近这个老修行。那么葛厉王各处去打围回来了啊，找他这些个女人，一看这些个女人都跑在那个地方啊，这葛厉王呢就看看这些个女人在那干什么呢啊，他就啊走路很轻的，慢慢走啊，走到这儿一看，哦，这些个女人，她这些个太太呀、皇后啊啊，和这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人这讲话呢啊，这个也摸摸手，那个也摸摸脚的，很不守规矩的样子啊，他就生出一种妒忌心来啊，在那儿听他讲什么啊，说讲修行啊，讲修道。在这葛厉王就发脾气了，说你呀不要在这骗女人了啊，你修的什么道啊啊。这个老修行说，我修的忍辱。什么叫忍辱啊？说就是啊，谁骂我谁打我也不生嗔恨心。葛厉王说，你竟骗女人可以呀、他们相信你，我才不相信你这一套呢啊，你能忍辱啊，真的假的？这个老修行说，当然真的了嘛，你真的，我试验试验。把身上的宝剑拔出来了，就把手给剁下来一个，说你，我现在把你手给剁下来，你嗔恨不嗔恨？这个老先生说，我不嗔恨。啊，好，你不嗔恨，这你有点本事。你竟讲打王语，你心里嗔恨，你口里说不嗔恨，你来骗我，我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啊，你能骗得了我？葛厉王啊，好，你既然说你能忍辱不生嗔恨，你那个手啊我也给你剁下来啊，把那个手也剁下来。剁下来
又问你嗔恨不嗔恨，这个老先生说还是不嗔恨。于是乎啊，他又拿着宝剑把两个脚也给剁下了，这剁起四指，剁起四指，就又问你嗔恨不嗔恨。这个老先生说我还不嗔恨，不但不嗔恨，我要成佛还要先度你。那么佛呀发的这个愿，当时这个天龙八部护法善神就发脾气了，就下这个大雨啊。那么这个老修行说我不嗔恨，有什么证明呢？我要嗔恨你，我这是手啊脚啊就不能恢复入故了。我要没有嗔恨心，我这个手脚啊你虽然给我剁下来了，我还可以啊恢复入故啊。要是能恢复入故，像我原来的有手有脚，这证明我呀是没有嗔恨，我也有嗔恨呢就不会这样子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说过这个话之后啊，那么手脚果然又恢复入故啊。这个护法善神呢一看这蛤蜊王这么恶，把这个老修行四指都给断了，于是乎啊就大显神威啊，下这个雹子打这个蛤蜊王。蛤蜊王也知道厉害了，看这个老修行这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变化，于是乎跪到面前呢，跪到老修行面前求忏悔。那么这个老修行就发愿说我要不成佛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要有一天成佛我就先度你呀。成佛你要不开悟不成佛，我也不成佛。因为这样子所以佛成佛了，就到达鹿野园去先度这个焦陈如。这个焦陈如啊就是过去啊剁这个老修行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焦陈如呢就是蛤蜊王。所以佛因为在往昔有这个愿力要度对他最不好的这个人。那么俺们听见这一段的公案呢，俺们谁对俺们越不好，俺们要发愿呢，成佛的时候要度他啊，不要啊你对我这么不好，等我成佛的时候一定叫你下地狱啊，不要发这种愿。那佛呀到了鹿野园为五比丘三转四地法轮啊，这第一次说法就这么说，说此事苦逼排性，此事即是招感性，此事道可修性，此事灭可正性。第一次说，第二次说，此事苦我已知，不服更知，此事机我已断，不服更断，此事道我已修，不服更修，此事灭我已正，不服更正。那么这第二转第三转说，此事苦汝应知，此事即汝应断，此事道汝应修，此事灭汝应正，
那么说完了这三转四地法轮，就说焦晨如啊，你现在才知啊，被这个柯臣来麻烦，你不得到啊解脱。焦晨如一听这柯臣两个字，他就慨悟了啊，这柯呀，就是什么叫柯呢？柯就不是主人。怎么叫尘呢？尘呢就是不干净的东西。而我自性呢就是主人，自性是清净的。所以呀、啊、他当时就开悟，开悟啊就叫解本际，就啊明白本来的这个道理了，嗯，成了改空解空第一。那个四地法呀，要是研究起来是无穷无尽的。今天呢时间也不等我了，也不等你了，也不等他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嗯，你讲这个声闻众生不论女男，这个正果啊，女人也可以正果，男人也可以正果。啊，正果就是声闻，就是阿罗汉。啊，像那个鸠摩罗什法师，他的母亲就是正三果的圣人。那么四谛观横，观横呢就是修行。观察来修行，这观横，观察修行什么呢？修行这四谛法，苦寂灭道，啊，知苦断寂目灭修道，要啊修这四谛的法门，饮食事权，这个把这个食教，本来他们这些个声闻呢，嗯、啊。你看它是声闻，有的是大权示现啊，是大菩萨啊，大权教的菩萨来呀示现这个权教的声闻，所以这叫饮食，饮把这个实在的这功德它都引起来了，示权，示啊就是指示普门示现这个示，全就是全巧方便，你不要啊认为它是这个一个声闻呢是小乘啊，你就轻看它，不要这样。那么它这也都是大菩萨再来的，啊，不是完全都是大菩萨，其中呢一定是有的。那么一定是有啊这个大乘菩萨，他有啊现一个小乘的身来啊接引这个小乘，然后啊回小向大，所以叫饮食事权，这是昨天呢所讲的声闻这一个法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个六欲梵天了。六欲梵天，果瞻知不知道什么叫六欲梵天？第一个天呢是六欲天，六欲天呢这叫欲界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这叫三界。咱们现在啊这在这个六欲天的四王天里包括着，咱们直接看所看见的这个天，这叫四王天，有四大天王啊，他管着。这个天呢，是在须弥山的
半山腰上。这个须弥山呢是在这个人间的一半，在这个四王天的上边呢还有一半。什么叫四王天呢？是在须弥山东边、西边、南边、北边这四大天王。这四大天王管着俺们这个四天，一四天下啊，管着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详细说起来啊，这是很多的，说不完。那么四王天，四王天的天人呢寿命多长来着？伯伯知道吗？哎，你倒不错，能帮着我想一点。是500岁。他500岁呀、啊、不是俺们人间的500岁。四王天的一昼夜就是俺们人间50年。啊，你算算呢，这四王天的500岁是俺们人间多少年？这四王天的天人的寿命是500岁，以人间50年作为四王天的一昼夜，是他的一昼夜。您想想，要360天，这是人间多少年？你们会算数的人可以算一算这个数目。这是啊，四王天。第二呢，玉天就是刀立天。这刀立天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呢叫什么？不知道啊，就翻译一个不知道好了。就叫不知道天。不知道天就是33啊，这梵语叫刀立，翻译过来叫33天。怎么叫33天呢？因为第十啊在中间，这个第十天呢是在中间住的。这个第十就是那个印陀拉耶楞严咒上，也就是啊天主教、耶稣教他们所说的那个天主啊，中国人呢叫他叫玉皇大帝啊，在书经上啊就叫他叫上帝。斋戒沐浴以示上帝啊，那么你斋戒沐浴了就可以侍奉上帝。古来中国的人呢不知道有佛，就知道有上帝，所以汤王的时候啊，他祭天呢就用黑牛来祭天啊，他就说了，月与小子旅，敢用玄母，敢召告于皇皇后帝。啊，皇皇就是个大的意思，啊，皇皇后帝，朕宫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宫。他说月与小子旅呀、啊。这个商汤王啊，他的名字叫吕啊，叫吕啊，他就说小子，就是一个很客气，说我是一个啊很没有用的一个小子啊，小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敢用玄母，我敢用这个黑色的牛啊，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我呀很至诚恳切的，我告诉我这个大的上帝，说什么呢？说朕宫有罪，说朕我呀要是有罪，不要加到啊一般的老百姓身上去，万方啊就是万方的老百姓，朕宫有罪，说朕我一个人要有罪呀、啊、不要给那个老百姓加上，万方有罪，罪在朕宫，说呀、啊、这个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如果有罪了，
不怪他们，因为我们要教化好他们，所以他们的罪呀、啊、都应该给我。所以古来的圣人呢，他是这样的，也这个自己呀、啊、宰罚自己，不是啊像现在的人啊，明明自己有罪，不关我事，那是他的，那是他的不对嘛，怎么能怪我呢？啊，你这个上帝真是不公平啊，为什么叫他那么有钱，为什么叫我这么穷啊，为什么叫他呢那么样子贵出贵，为什么叫我这么样贱，这怨天尤人啊，什么事情呢不说自己的不对，就找人家的不是。古来的圣人呢是认自己错的。第十天在中间，东边呢有八天，西边有八天，南边有八天，北边有八天，这四八三十二天啊。那么这是第二狱。第三呢就是夜摩天，夜摩天也是梵语，这个天上的天人呢非常快乐啊，非常的快乐，就是快乐，一天到晚都唱歌啊，唱这个歌，唱什么歌呢啊，他就说他特别欢喜啊，说快哉快哉，快呀就是快乐，哉呀就是啊，我快乐得很呐、啊，我快乐得很，昼夜六时他都是快乐的，所以呀、啊，翻译过来翻译叫时分，这个时候的时啊，就是一份一份的那个份，说每一个时分呢，他都是快乐的，都在天，第四。都是天，梵语叫什么？都是他。这个郭璞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个都是天叫喜足，翻译过来叫喜足，喜就是欢喜的喜，足就是充足的足，就是满足的足啊。他呀，时时都欢喜，时时都满足啊，这就是啊知足常乐，他因为知足所以常常快乐啊，所以又叫知足天，这个就是啊一天到晚也无忧无愁的啊，没有烦恼啊，没有窝里啊，这是啊第四。第五呢叫化乐天，它会变化它的快乐，变化啊，喜足啊，它就变不变的，化不化，它都是欢喜，它知足，甚至于啊不快乐它也知足啊，是总是知足。咱们这个化乐天呢啊，它会变化，能画出来这个快乐，他画自在天，第六啊，他画怎么叫他画呢，就是他自己呀、啊、本来没有这个快乐，他能把其他的那个天上的快乐拿来作为他自己的这种快乐啊，所以叫他画自在天。这个天上啊有很多天魔在这儿啊，以天魔为眷属，为什么他要把旁的天上的快乐拿到他自己来，因为他不讲道理啊，好像啊这个人间的土匪多数是都是啊化乐天上的天人呢堕落啊，他到人间还想啊抢人的钱作为他自己的钱啊，那么这是他化自在天，他把人家的东西抢来了作为他自己的自在，这是六欲天啊。
梵天就是大梵天、梵众天、梵辅天，果素啊，他讲的对的。那么这个六欲梵天、五戒十善，他们是修五戒十善呢所得的这天上的福报。那么在这个五戒十善，这都是啊有漏的善根，所以说种有漏根，种有漏的善根，他们那写的种有漏因，因也可以种有漏的因，岂有他言，那旁人呢管不了的，这都自己呀去的。讲经啊说法是不容易的，我现在呀因为没有想就说出来，有几个又说了是吧，师父讲错了在心里呀怎么样啊，说口里呀不敢讲，但是啊我这个人也很怪的，你在心里一说呢，我这就这个电报就打来了，所以啊要把它改了它啊，轮回难断啊，是不是啊，这回对了吧是你心里讲我说说我讲错了是不是不是这一个人怎么样想，还有赶快自己说出来是谁怎么样想来的啊，都坦白，要不坦白呀那就永远不会成道的。修罗性报，有福无权，好勇斗狠，浮沉也谦。恶修罗，恶修罗呀是梵语，翻译过来呀叫无端正。无端正呢就是丑陋，可是丑陋啊这个男的恶修罗相貌非常丑陋，女的恶修罗相貌又非常的美丽。男的恶修罗他其性好斗，是在外边的斗争，向外斗争。女的恶修罗其性也是好斗争，但是她在里边斗争，不是在外边斗争。咱们在里边的斗争呢，她用心呢来斗争，也就是所谓啊妒忌、障碍、无明、烦恼在里边。这一类的众生有的时候把它论到三善道里边，就是天人恶修罗是三善道，有的时候又把它放到四恶曲里边，就是地狱恶鬼、畜生、恶修罗，这叫四恶曲。这恶修罗、畜生里边也有恶修罗，人道里边也有恶修罗，天道里边也有恶修罗，鬼道里边也有恶修罗。所以啊恶修罗他自己呀是一个法界，
但是又通于其他的三法界，所以啊，在这个四道里头都有个修罗。总而言之，无论在哪一个道里边，他是好斗争的，他脾气非常大，好说了算，说了算就是他愿意做 boss， 愿意指挥其他的人，不愿意受其他的人指挥，愿意管着其他的人，不愿意受其他人的管，这都是修罗的表现。这修罗你们没有看见，我可以告诉你们，修罗又有善的恶修罗，又有恶的恶修罗。善的恶修罗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兵将军，这都是恶修罗。恶的恶修罗，不善的恶修罗，就是这个土匪这个小偷偷人东西，这个强抢人东西的好打人这一类的人呢，好杀人这一类的人，这都叫恶修罗。这是在人道上我们都看得见的，天上也有这一类的恶修罗。在天上的恶修罗他和天兵天将去作战，一天到晚呢想要抢这个第十天的这个宝座，把这个第十天给打倒了，他去做第十天。可是他战来战去总要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天赋没有天权，他可以在天上享受这个天赋，但是他不能有权力。所以他虽然和天兵天将作战始终是失败的。是人间的恶修罗和天上的恶修罗，出生怎么又有恶修罗呢？出生恶修罗好像老虎这是畜生里头的恶修罗，狮子是畜生里头的恶修罗，这个豺狼这是畜生里头的恶修罗。那么这个恶修罗他就愿意欺负其他的同类的，欺负其他的这个畜生。你好像那个狼老虎狮子，他都想吃其他的这种畜生。为什么他要吃其他的畜生呢？就因为他是一种修罗性。还有这个蛇这都是修罗。飞禽里边的那个鹰都是恶修罗。总而言之，恶修罗就是不讲道理他脾气大，无论对任何人他常常要发脾气too much temper。 这畜生里他的恶修罗是这样的，鬼里头也有恶修罗。这个恶修罗他就欺负其他的鬼。这鬼里头也有善鬼恶鬼，这恶鬼在鬼里头他也不讲道理。本来鬼就是不讲道理的了，他在这个不讲道理的里边那个还更不讲道理。这鬼里边也有恶修罗，
所以说修罗性暴，他性啊非常暴躁的，有福无权，他是啊有天福而没有天权的一类的众生，他想要争权夺利，但是也争不到，好勇斗狠呢，他呀好和人作战，就是好斗，好和人斗争。现在你看这个世界都是修罗世界，都讲斗争斗争啊，斗争这个斗争那个，你把我斗倒了，我把你斗臭了啊。那么有人说，那我是个什么呢？你就是个你，我就是个我啊。因为啊，我所说的这世界最有名的人，我说一说，没有名的人那还谈不到，轮不到你。嗯，所以啊，这都是修罗，所以他们都好勇斗狠，就斗争斗争斗争100年，斗争200年，斗争300年，斗争500年，斗争1000年。哈，你看他这种的理论啊，斗争要斗争到1000年去。哎，佛法，所以到这个斗争坚固的时候是末法时代。但是俺们大家要发愿，俺们不要末法，俺们就要正法，俺们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要变成正法。俺们发这个愿，就是末法时代，俺们到那个地方就要变成正法啊。那么人人发这个愿，人人呢啊就都满这个愿，到这个末法时代变成正法。那么这就叫啊天翻地覆，把天地都给它翻过来啊。它是这样的吗？俺不叫它这样的。浮尘业前，这个恶修罗呀，他或者升天，或者在人道，或者在畜生道，或者在恶鬼道，都是啊由着他这个业力呀、啊、牵引着他啊，他起毁造业受报，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受这种的果报。所以说浮尘业牵，由他业力牵引着啊到哪一道里头去。所以你人呢啊修行啊，切记要不要和人斗争，不要好勇斗狠，嗯，不要性暴，那么就、啊、和这个修罗呀、啊、能脱离关系了。要详细分析起来这个恶修罗，在这个九法界里头的众生有5个法界里头都有恶修罗，在这个畜生法界里边，飞禽有飞禽的恶修罗，走兽有走兽的恶修罗，在水里的动物有水里的恶修罗，水里的恶修罗，好像那个鳄鱼啊，那叫水里的恶修罗。马也有恶修罗，马里边的恶修罗，所谓害群之马啊，有这个马在这儿啊，这一个马群就都不平安了，啊。就很多麻烦，这叫害群之马。这个害群之马是马里头的恶修罗。这个牛呢，牛也多数是恶修罗。你看那个牛头上生两个角，这个角就是啊表示自己这个硬啊，能顶其他的东西，用这个头来顶，这就是恶修罗的性啊，是牛性，牛性就是恶修罗。
这狗呢更适合修罗，所以啊，有谁愿意养狗的人呢，那就是亲近恶修罗呢。嗯，你亲近恶修罗，将来和恶修罗就会接近了，接近就有危险，就恐怕就走到恶修罗的道里头去。这个人呢得特别注意小心一点，不要跑到恶修罗里头去。恶修罗道是这样危险，那么人道呢，人道和合，人道啊也有善也有恶，所以说人道和合，功罪相间，得生孽将，岂有他言。这个人呢性情啊很温和的，和谁呀、都能合得来，所以说人道和合，功罪相间，做人来呀也不是完全善，也不是完全恶，完全善就升到天上去了，完全恶又啊去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了。所以啊又有一点功，又有一点罪，所以说功罪相间啊，或者功多过少，或者功少过多，功多最少的就生在富贵的家庭，功少最多的就生在这个贫困的家庭。在这里边呢千池万别，这种池别性啊是很多的，所以说功罪相间啊，有点功又有点过啊，不是纯阴也不是纯阳，纯阴者就会变鬼去，不会做人了，纯阳者就升天了，不会做人了。所以俺们做人呢就又可以上天又可以堕地狱，你做善功德就向啊上升一升，你要造罪孽过就向下降一降。所以说德生德呀、你造德行就向上升，你造罪业就向下降。岂有他言，其他人呢不会叫你堕地狱，不会叫你去做恶鬼，不会叫你去变畜生，都是你自己造的，所谓自作自受啊，自己做自己就去受去，这是人道。畜生好贪，多而不厌，讲黑作白，是非莫辨。前面所讲的七个法界都是好一点的法界，可以啊试一试，到那儿去啊做一做戏去。唯独现在这三个法界这不可以尝试，不可以去试试看，你试试看就恐怕跑不出来了。一时人身万劫不复，你把这个人身呢失去了，一万个大劫恐怕也再得不着人身，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不可以呀、好像做戏那么样去啊做一做这个戏。现在这个畜生道，这畜生啊不是一类的畜生，畜生也有百千万亿种类不同，有飞的畜生，有走的畜生，有水里头的畜生，有旱路的畜生，
虚空的畜生。你看这个畜生，就单飞的这个畜生就有百千万亿种不同类的样子，不同的样子，是飞的众生有这么多。那么走的畜生呢也不少，小的老鼠是很小的畜生，大的这个大笨象，大的畜生，这个鹿、熊、马、牛都是很大的畜生。这在陆地上呢，这个畜生也有百千万亿种。在水里的畜生，有水狗、水牛、水马，海里头的猪也有百千万亿种。俺们人呢，恐怕没有法子把它完全都知道了。就研究物理化学的，研究这个生物学动物学的这些个人，无论你是个博士，是个什么事，是个专家，都没有法子完全一定知道的。你知道一千种，你一千一百种的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一千一百种、一千二百种那个，你又不知道了。那么你说你完全知道，你怎么就知道比你知道的更没有多的呢？你不知道了，所以没有法子完全知道。就这个畜生的种类，我们人就没有法子知道。爬的畜生，好像那个虫类的。就单单虫类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种类。所以这个世间上你看是不是重重无尽呢？是不是无尽重重呢？那么这些个畜生都是从什么地方变得畜生呢？只是一个字变得畜生，贪。畜生好贪。好贪呢，就是无论什么都是多多益善，少少不行，多多益善，少少不行。所以说贪而不厌，多而不厌，畜生好贪，多而不厌，讲黑做白，是非莫辨。他呀，因为他又多而不厌呢，所以呀，黑的他也不知道是黑的了，他说这是白的，所以讲黑做白，这就表示他没有理性了。没有理性啊，就是贪多，无论什么都贪多啊，甚至于那狗屎啊他也贪多啊，那个粪呢，他像那狗吃粪呢，他要吃越吃越多一点，他最好了。你那么邋遢东西，人一看，那怎么吃法呢？他就吃的越吃，他嚼的越香，越甘美，就是这样子，多而无厌。讲黑做白，那不好的，他也认为好的了。什么他都贪多啊，甚至有病他也贪多一点病啊，一个病他嫌不够要两个病啊，吃药他要吃多一点，这得贪多，是非莫辨，他也不知道对也不知道是个不对，是非的对也不辨了，不清楚了啊，这就是没有理性了。怎么搞的他没有个理性呢？就因为有个贪字，这个贪呢，有着一个贪字就糊涂了，就无明啊盖服了，无明把它盖住了，什么他也不知道。那么所以我们人呢不要贪，不要说这个钱呢
多，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哈，你贪多就有危险，贪多就容易变畜生。我告诉你，说是呢，出家人不会堕落的，不会堕落。你要不依照佛的戒律去修行啊，堕落更快一点。所以古来有人有那么一句话，说地狱门前僧道多。都在那等着呢，等着要到地狱去。那个老道啊，和尚啊，贪心的老道，贪心的和尚啊，都在地狱门前那等着啊，说快点叫我堕地狱喽，快点叫我先进去喽，进去很好玩的，在里边啊，他觉得那个地方是好玩的地方，所以他要去，去到那就知道不是很好玩的地方。鬼类喜嗔，魅国密因，无明颠倒，日积月深。那么一般人呢，都知道这个鬼，有的人呢就相信有鬼，有的人呢就说没有鬼，甚至于啊佛教徒也不相信有鬼。什么叫鬼？鬼就是一种啊阴气，一股阴气，它有影而无形，有形而无影啊。你回头看着它一个黑影啊，你细细研究它又没有了，回头看见它好像是个人似的，可是啊转眼间也没有了。这种呢道理，那么是很不容易啊把它弄清楚的。咱们现在所讲的是施法界，这施法界之中就有一个鬼法界。这鬼有多少种呢？鬼的种类啊也像个恒河沙数那么多，很多的种类，无穷无尽那么多的种类。有这个有财鬼，怎么叫有财鬼呢？他就有势力，在鬼之中啊他是做鬼王的。有的无财鬼，无财鬼就是没有势力的，也就是穷鬼。因为他穷啊，所以他就给人很多麻烦，到处啊去给人添麻烦。那么你要想明白的鬼的种类有多少，你就要修道。修道等你开了这个五眼六通了，那么一有多少种鬼你都会知道了。有的人说没有鬼，我就告诉他，要没有鬼呀，也就没有佛，也没有人了，也没有一切的畜生。因为这个畜生也是鬼变的，人也都是鬼变的，阿修罗都是从鬼变的啊，乃至于天道、阿罗汉、圆角、菩萨、佛，都是啊从鬼道上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施法界不离一念心，这一念心呢就
造成十法界。你做鬼事就是堕落鬼道去，做人事就到人道里头去，做恶修罗的事就跑到恶修罗里头去，你做恶罗汉的事就跑到恶罗汉里面去，你做圆角就跑到圆角里面去。啊，你要做到做菩萨的事就跑到我菩萨的那个眷属里边去，你要做佛事呢就成佛啊，你要做地狱的事就做地狱。所以啊，这都是由你一念的现前一念心造成的。所以才说啊，十法界不出这个一念。那么现在这鬼呀，鬼类喜嗔呢，凡是鬼的种类啊，就欢喜发火，生嗔恨心。人家对他好，他也生个嗔恨心；对他不好，他也要生个嗔恨心。啊，他最欢喜呀、啊，是什么呢？啊，就是给其他的人麻烦。你对他好，他也给你麻烦，啊！你对他不好，他也给你麻烦，啊！所以就说烧香引出鬼来了，啊！本来你烧香恭敬他，你不恭敬他，他还不给你麻烦；你一恭敬他，啊，他就给你麻烦，让你生病了。所以呀、啊，在这个孔子的讲。说是敬鬼神而远之，这鬼神呢，你恭敬是要恭敬他，你不要和他接近了，要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所以说鬼类喜嗔，魅果迷因，他呀这果他也不明白，因他也不懂啊，迷魅因果了啊，所以呀、啊、他就不知道好坏。本来种好因结好果，种善因结善果，种不善因就结恶果，种瓜就得多瓜，种豆就得豆。他不懂这个。他不懂什么叫种瓜得瓜啊，什么叫种豆得豆，他就啊种上茄子，他想要吃辣椒啊，种上辣椒他就想吃黄瓜啊，所以他就不懂这个道理啊，就是乱赛弄。就是乱七八糟的这么胡搞啊，这叫魅果迷因，因果不懂的，他的无明颠倒，他的无明啊颠倒，这种的行为日积月深，日这一天一天的就记得很多，日记月深，这无明颠倒啊啊，这个月就比那个月深一点，那个月又比那个月深一点啊，就是越造越深，越深它越造，所以叫日记月深。还剩一个法界，国修念了给我听听。自钻其毁造业，不是其感，其毁其毁造业，受报循环。地狱啊是最不快乐的一个地方，那么你们谁愿意到那地方去啊，旅行去啊，随时都可以到的啊，谁愿意到地狱旅行去啊，啊我可以保证你们即刻就到。
怎么样呢？你愁一愁，就地狱游一游，啊，愁忧愁，你一忧愁啊，啊，就到地狱去呀、啊，旅行去了，那可以行去。一愁地狱游一游，笑一笑就老还少，哭一哭就地狱有个小黑屋。你看就这样子，你要是啊忧愁，这就中地狱的瘾；你要是笑，就中啊天堂的瘾。自古神仙无别法，没有旁的方法，至生欢喜不生愁，就是生欢喜不生愁。所以说你愁一愁，就地狱游一游，到地狱去旅行去了。你能常常的笑啊，就老了也像年轻人一样；一哭，这也是啊，啊，一个麻烦的事情。总而言之，地狱没有快乐，地狱就是忧苦的。但是地狱没有门，地狱这个门呢是自己开的，自己呀开这个地狱门，自己就往里钻，钻到里边去。所以说无门自钻，地狱本来自己那个地狱没有门，不像我们人间这个监狱啊，用人工造成了，放在那地方谁犯法了把他放到地狱去，不是的，地狱没有门，但是你到那自己呀，啊，你应该受入这个地狱啊，那他你到那那个门就开了，你就啊硬往里钻，钻不进去也要钻，无门自钻，其毁造业。为什么到地狱去呀？因为就是因为无明啊，烦恼，你呀愚痴了，不明白了。因为不明白了，所以就造出一些个恶业来，没有造善业，造恶业，受报循环啊！你呀、啊，造的一些个恶业，就要堕地狱，就要受这个果报，受果报啊，就是循环无端的，你造什么业就受什么果报，啊，丝毫都不会错的。所以啊，这叫啊，受报循环。十戒一心不离当念，能矫此念，立登彼岸。这十法界啊，菩萨、佛、声闻缘觉。这四圣法界，天人恶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是啊六凡法界，合起来啊叫十法界。这十法界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就啊从俺们这个人现前呢这一念心生出来的。所以说十戒一心不离当念，这个十法界呀、啊、它没离开你，就现前这一念，现前这一念，你现前这一念你要明白了，所以说能矫此念，你要明白这一念，立登彼岸，立开呀就到彼岸了。这彼岸是什么呢？就是觉悟，你觉悟就是不迷毁了，就把无明破了，破无明那个法身就现出来了。所以说啊，立登彼岸，立开呀就到彼岸了
啊，就摩诃般若波罗蜜了。